结束，我又一次变得完整了。那些狡猾的心灵，胆敢攻击不朽的存在，这些杀死了萨斯的心灵，与我们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。这些黑暗圣堂武士所散发出的能量，与我的非常相似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能对我造成伤害。过分的傲慢就是他们的败因。加尔图刺杀萨斯的时候，他的心灵与我产生了接触，我已经知道了他所有的秘密。从他的脑海中，我找到了心灵母星艾尔的秘密所在。我的孩子们，我们长久以来的探索终于完成了，很快我们就能直接进攻艾尔了。至于现在，我们必须确保黑暗圣堂武士不会再继续制造伤害。老虫，你去给我们的敌人设下陷阱，凯瑞干会把他们引去你那里的。
怎么了？好的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。
厌倦了屠杀你的仆从，难道强大的盛唐武士已经失去了一贯的勇气了吗？随你怎么说，异影中的同谋，尽管我们是从阴影中向你攻击，但不要以为我们就缺乏站在阳光底下的勇气。你们最好放弃这次进攻。看来你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，黑暗者。 我可不是对阴影中的伏击束手无策的无助脑虫，我是刀锋女王，只凭我的凝视便能将你烧成灰烬。你和你的同类完全不是我的对手，准备好拥抱你们的灭亡吧！
且有更多的晶体矿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Thank you.
Yeah.
现在，星灵，你们将感受我的怒火，你们将感受刀锋女王的狂怒。